奶酱，最近还好吧？最近有点经济不景气啊，那么养家活口可真辛苦啊。哎呀，酱，你有几个小孩？我有五个。哎呦，五个小孩是超生了，超生了，这个是有点难啊，这个是很费力的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费力。这个还可以吧，孩子很好养啊，可是孩子的五个妈真难养。啊，那个，哎，服务员，哎，服务员，来来。茶，先倒茶。开始，那个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我说倒茶，七、六。你属什么？你属什么？你属猪呀？我属猪。你什么意思？1983年10月10日出生的，我确实属猪。问他属。啊，那边那个今天呢，那个菜单那个有好酒吗？有。那个您带什么酒啊？哦，我是听说啊，这个美国的这个威士忌是最厉害的，这个老祖啊试验喝了这个威士忌之后，10步他就能搞。真的？这么强的酒？哇，有那么厉害的酒？那有什么稀奇啊？我在日本那个清酒喝了5步就倒了。哇！那个我呢，跟二位，跟各位啊，带了一瓶这个我们中国的二锅头。哇，这个二锅头呢，这个经这个老鼠试验啊，喝了以后啊，没事儿，跑来跑去没事儿，结果跑到窝里面去了。一会儿呢，一从窝里面跑出来。拿了一块大砖头，猫呢？猫跑哪去了？抓猫了。胆子大的可以抓猫了。哎，服务员。菜单。菜单，真紧。不错了哦，来，你看，哎，我看还是老板，还是你决定，对，哎，服务员，今天你喜欢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我怎么抱啊？我说抱一下，孩子抱一下，我只抱女的，不抱男的行吗？又乱七八糟的。服务员，那个两张皮好了没有？来了。快点。找不到皮儿，来了再飞一下。这有筷子吗？这边有筷子。没有，有一大锅的两张皮，有没有看到？刚有一锅两张皮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来了。对，在那边，那边的。那个服务员啊，就在那上面，两张皮在那上面，绿色。
哦，对不起，你怎么回事？搞得一地都是，是怎么办？你想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。那你看看吧。那我来帮你吧。行。先柠檬油。啊，谢谢。啊，那边没有啊。哎，各位请，各位请，各位请。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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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。哦，也是。啊，今天菜还不错啊，那个等一下还有个特别的汤要上来。啊，那个服务员，来来来，啊，今天我们呢，师傅做了一个特别汤，叫招牌汤。就招牌汤里面呢，有黄八蛋。来来来来来，这叫黄八蛋汤。哎，服务员，这个圆圆的什么玩意儿？这个王八蛋。哇，这个王八蛋挺大的。是特别做给你们吃的。你给我们分一分，给我们分一分。分一分。再分一下，分一下。我，给我们分一下。我怎么分呢？我看七个人，六个王八蛋。谢谢。